久没见了，今晚好好聚一下。你要去哪里啊？男人的事你少管啊，老老实给我待在家里。兄弟，我待会就到，马上到。今天同学聚会，全是男的，没有女的。九点半之前一定到家，报告完毕。行吧，我批准了，定位记得发给我。好好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，路上有点堵车。哎，就等你。对对，你们点菜了吗？没呢没呢，等你了、等你了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渊哥，你这个这么久不见，你这个豪车都开上了。哎，这玩意刚提的718，除了泡妞没什么用，不像你都有女朋友了。不是你这个，我这几几年的呀？2009年的718。啊，可以了可以了。这是你开什么车来的？我坐地铁来的，我哪买得起车呀？我这地铁好几个亿呢，不是还得是你啊，浩总？哎，这啊，有东西忘记拿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兄弟，这位是？不是你来这干嘛？哦，我是他女朋友，哎、他出门太着急了，连表都忘记带，我过来给他的。我你老婆在上不？你有这个为什么不开车啊？我那个其实他、哎、他老是说绿色出行，我都跟他说了，同学聚会嘛，肯定要正式一点啊。我。那个我能问你个事情吗？啊，那个你说你女朋友这么漂亮在哪认识的？要不你教教我这个单身狗呗。哎，他走了。对，他说他还有事儿。不是，你早说他要走啊，我刚打电话把我妹叫过来。你我妹可漂亮。你妹啊，你们几个都不能打打主意啊。我就算单身一辈子也不可能对你妹有兴趣。 later。 哎，来哥，这不是哎毛毛，怎么是你呀、啊？你认识我哥吗？我不是我哎，你介绍一下，他之前帮过我，人可好了。不是，哎，我这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居然对我妹，喂。